张数有高达八张。如果各位真的用 Ctrl 去选一二四五六七八，其实有点麻烦。所以通常我们会这样子做，会先 Ctrl A，对，再把三拿掉。那这样就有分。哎，这样子就有分，所以它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三不能叠着做两次。你只要叠了两次，它一定算你错。所以我先把三拿掉以外，方块是利用切换里面去找。这个不难找啦，因为它基本上就是，就算全部看字也没关系啊，在这里。哦，这是方块，然后再针对三这一张做折纸。哦，那折纸它是故意考它的特色，这是它专属的，一只鹤会飞的，就可以考这个可爱的哦。所以二八就是这两个，这样就做完了。好，那它不结合就单独讲就好。好，因为它基本上是算两个动作了。哦，它算一体哦，得分也是算一体，但我们认定这算是两个动作，所以这种不会跟别人组合。所以选取有两种方法，一种就是真的用 Ctrl 一格一格选，这一定对啦，不要点错了，它这个一定对。那还好，其实也只有八张，真的这样点七次也还好。只不过您常用 PPT，我是觉得还好。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比较偷吃不，就 Ctrl A 全选，然后 Ctrl 再按住去点三。在很后面，一定有很后面。它很后面，方块非常后面，方块、摩天轮那几个都是比较 3D 立体的，那个都在后面。立方体，折纸在第四排吧。然后这一题有一些不建议老师做的做法也算对，因为有学员跟我讲，他把一二套用那个方块，然后三套用折纸，再把4到8选起来套用方块。对耶，我说当然对啊，这怎么会错？这只是分好几次啊。我们甚至回他说，你每一张做一次也算对啊，他只是不要你三重叠而已啦，就那个点避开就可以了。也对啊，也对啊，那个一定算对，那个绝对算对。然后因为29、30以后是管理，所以29也变成单独讲。那二九是，其实它是一个历史题，就我把它称为叫古典题。29是末世历年来这十几年来每一版都考的东西，就是类似像页首页尾。那只是它有时候会考页首页，有时候会考编号，但它一定会考后面那一句，叫做标题图片不显示。所以这一题会错，一定是忘了勾后面，几乎都是这样子。来，画面请借我。哦，确定有在录。好，29一样了，29还在八嘛，所以这一张，这个可能您忘记，就要再去看一下它的位置。哦，看人家最后步骤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记错。哦，这个好，那这个的话，投屏编号就是任何一张都行，因为它要全部套用，所以我会从插入，然后这边的话，你选这个也可以，或者像我们比较熟，我们就直接这里就冲进去了，因为它同一个地方。然后那个页尾有人会被骗，他说以为是这个要打勾。不是，页尾只是说编号在下面的意思，所以它从头到尾只有考透明编号，然后它要求标题透明不显示，就是最下面这个勾，然后这个勾我们觉得它很聪明，是标题不显示就等同隐喻的告诉你要全部套用，不然就不用去管什么标题不显示啊。哦，所以它等于用 J 区来告诉你要按全部套用，然后点完就结束。那它没有以前那么恶劣，以前很贼，以前会停在第一章叫你做这一题。所以做完就看不到号码，因为标题不套用啊，然后学员就会自己吓自己啊。这个不会，因为这个通常像我们刚在上面这样子做，你应该都是在选那个四五这几，或者啊应该选三，因为刚这个最后是在三嘛，所以照理说应该是停在三去做，做完三是会有号码的，所以反而不太会被骗，它反而是有号码，所以29就结束了啊。好，画面还您。
哦，然后也提一下三十，因为是制定，它也是一个没办法合，所以就算二九三十合起来也不会比较轻松。哦，所以我就还是单独讲。好，那因为动作不多，我顺便聊一个点给老师们去思考哈。因为今天的速度已经算快了哈，因为理论上都在7点左右结束这样子。那第二版我会尽量以投影片的位置来做示范，就是不是这样切了，它就是可能投影片一啊，母片有两个动作，那我就把母片那两个做完。那投影片三有四个动作，我就把投影片三一口气做完。但是碰到 A 版没有的东西。就停下来，用这个方法，所以它的速度不会像 A 版花了2个小时多，不会这么久，它就会控制在1个小时内。好，所以强调的点就是，老师有没有要先吃饭这件事？哎，这是让你们可以去思考。这是 B 版，等下 B 版还没发啦，等下会再发。哎，还没发，等下会发。老师现在还没关系，好，那是等一下 B 版的资料，就是里面就是我们会照投影片跟各位上课。好，再来30。三十是请各位制定，好，制定投影片，这也是一个古典题型，哈，反正一定会考这个，哦，都一定会考这个，所以画面借我。好，三十的话，请制定投影片。那制定投影片的指令，我直接停顿跟各位说，它是从这里。那它其实比较啰嗦，它会一直按，就是投影片放映里面的制定投影片放映里面的制定放映还没开始做，还要再点一个新增，就是进去好几层，然后。投影片放映、制定投影片放映的投影片的制的新增以后，再开始改东西。那它的名字要求的是 EOS。好，打完以后呢，他说三到六，所以是三四五六，哎，这四个，然后直接新增过来，然后他会把你的顺序带过来，所以他会多考一个叫做可行性，要移到最后。这里可以向下移动它的顺序，哦，所以其实不难啊，只是因为制定放映这个指令比较完整，所以我们不会跟别人合着一起讲。那等一下就3132，然后3334刚好就结束了。哦，画面还您。